脚？哪个奥特曼的脚呀？哎呀，好疼啊！什么东西啊？一副大牛角？你们没事吧？哎呀，奶奶的脚啊！到底是谁买的东西啊？不好意思，是我的。不好意思，飞得太快了，奥特曼的脚掉下来了。还给你，我拿好了，高空抛物是很危险的。我不要。不要。为什么呀？我们不归原主啊。因为这不是我的脚。哦，这好像是被断脚狂魔迪迦削断的脚。这些脚真的是被你削掉的？对呀，既然你们都知道了，就帮我把脚还给奥特曼吧。为了防止脚的主人打我，我先走了。怎么就走了？算了算了，自己要选帮这些脚找到主人。行吧。先看这个脚，橙色的脚是哪个奥特曼的呀？橙色的，那它主人应该也是橙色的。男奥特曼一般都不是橙色的。那这个橙色脚的主人应该是个女奥特曼。哪个女奥特曼呀？我找出来你们就知道了。机械武藏神，迪迦奥特曼，横板卡，基多拉姆，特利迦奥特曼，戴狼奥特曼，欧布奥特曼。哎，就是他，格力乔奥特曼，快试试。格力乔，这个橙色的脚是不是你的？这就是我的脚。谢谢你们，我先走了。再见。你们快帮我看看，这对大牛角是谁的？有大牛角的奥特曼可不多，会是谁呢？会不会是太爷的脚？太爷？你确定吗？把他找出来问问不就知道了。横板卡特里加奥特曼，蝉少女，骷髅哥莫拉，超级之盾死莲。哎，找到了！泰国，这个牛角是不是你的呀？不是，我的脚没有这么大。啊！居然不是我的！黑衣人，到底还有谁有大牛角啊？除了泰罗。哎，还有泰罗他爹呀！蝉人类，赫尔菲洛斯，高古火焰戈尔赛，智庞顿。混沌帕拉斯坦，找到了，就是奥特之父。你确定大牛角是奥夫的吗？确定，这回准没错。奥夫，这是不是你的大牛角呀？是是是，可算找到我的脚啊！我要回去收拾迪迦了，先走一步。回音，现在已经找到两个脚的主人了。黑衣人，你真聪明啊！废话，你黑大爷我肯定聪明啊。不过这迪迦的胆子可真大。是呀，居然连奥夫的脚都敢削。喂喂，你们俩别聊了，这两个脚的主人还没找到。这个脚怎么这么眼熟啊？你想起什么了？你知道你不觉得这个脚像兔子耳朵吗？哪个奥特曼耳朵像兔子呀？不知道啊。黑衣人，你快想想是哪个奥特曼呀？别急别急，我只是突然忘了他的名字。会不会是奥特之母呢？你蠢呐！奥姆是两个辫子。那这个兔子耳朵的脚到底是谁的呀？你们俩光说不帮忙。